猜猜，打不过呀。我来点单子，我就打过来。Fire in the hole。中路可能过来了。求求你了，老老实实的加个狙在 A 包吧。他妈的！加个狙在 A 包多好啊，你老他妈的领一大帮人来寻仇是几个意思，你他妈老拉一帮人来寻仇啊，我他妈都没打死你就打了你一枪，你领一大帮人来过分了呀。上面下面上面下面，老啊他妈领一大帮人来寻仇，我天啊，来一万个人还给我炸个雷，是你先打的我呀，我操你妈的，来呀路啊，我让你拿狙，哎呦哎呀我，哎呀，喜欢打狙是吗？闹呢兄弟啊，来路跟我露，不要让我上头好吗？我都是闭着眼睛跟你们玩的，跟我玩，石头给你甩出来，架中间甩两边，你懂不懂？我他妈压发地狱。欢迎收看今周知识频，喜欢视频的小伙伴点击分享转发一下，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弹幕和评论，留下宝贵的意见，感谢大家，么么哒。Hello 的大家好啊，且刚才前方的鸡飞狗跳，原来是你的大叔哥驾到啊，那么把爷青回打在公屏上啊，就刚才这个片头啊，爷青回走一波。好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排位的视频啊，这边中门拉出来直接秒乔山，又是直接秒，哎呦这也太帅了吧啊，这 M4 这枪法啊，这反应速度，这谁能顶得住啊。好的，那么最近有很多的网友啊说啊，叔哥赶紧发这个排位的吧，野战又看腻了啊。啊，以前发排位的时候，排位看腻了，来点野战的吧。啊，野战了啊，排位啊，野战看腻了，来点排位的吧。求求你打排位吧，树哥，树哥，大树哥，树哥，树哥，好哥哥啊。好吧，那就给大家发吧啊。啊，因为最近这个客服号啊，我左下角这个微信客服号没有接到排位啊，所以说啊，我没有号打啊。我现在的这个新的排位素材是暂时没有啊。只有以前直播的时候这个老的啊，随便挑一点给大家发啊。好的，那么这边是港口啊，港口的地图中门我们拉出来，又是直接穿枪秒掉一个啊，再秒一个啊，中门直接两个狙直接就被我穿死了啊。然后 B 这边听到有个喷子啊，拉了个小身位骗他一枪，直接拉出来又是直接秒，哦哟，这就是禽兽狙嘛，爱了爱了啊。中门这边看到一个打他两枪之后啊，他想回去拉我一波闪身，不过没关系，我们提前枪直接掐掉他啊，啊，掐饭的掐啊，直接掐掉他啊，啊，最后一个小朋友在哪里啊？队友给不给个五杀啊？这个时候我们又是一波漂亮的四连杀之后，看最后一个人啊，好，锁定他的位置在 B 包这边啊，但是被队友给抢了啊，好吧，这边我们再来用这个 AK 啊，暴走抑郁啊，来秒几个狙助助兴啊，毕竟大家很久没看我这个打排位了啊。那么就给大家小小的表演一波吧，啊，然后这个视频呢，啊，因为是以前直播的素材啊，有这个二次编辑啊，所以说有经过这个二次编辑，所以说视频画质没有平常那么好啊，没有最近发的视频那么好啊，啊，大家见谅一下啊。好的，那么这边我们中路直接拉出来准备秒他的狙啊，然后走下中路直接一发拱门，看到还有个狙啊，又一发直接两个狙直接爆头带走啊。然后拉过来之后啊，这边还有一个愣头青手枪，又是爆头直接杀杀啊，秒狙而已，如此之轻松啊，需要费劲吗？需要费劲吗？需要费劲吗？啊，压根一点也不费劲，我张飞吃豆芽啊，小菜一碟啊，打中狙是对我来说呢啊，秒几个狙而已嘛，对吧？你们都以为啊，这个抑郁小镇啊都是对狙的啊，要么就拿 M4 穿穿箱子啊，跑打一下啊。这个 AK 在抑郁啊，简直就是狗屎一样啊！那你就错了啊！再看我们这边中路直接拉出来，直接提前枪，哎，看到有人跳过来，
直接跟他们对两个狙啊，直接对，然后另外一个打了一枪头没死，直接把他给穿掉啊 ，so easy 啊 ，so 那个 easy 那个贼啊，轻轻又松松啊，只需压秒钟啊，哈哈，哎呀，这边口气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啊？好的，没关系啊，你只要哦哟，拉过来又是一发，我操了啊！原来我直播的时候这么强啊，怪不得我之前打的素材啊，在直播的这个片段能用这么久啊。我真是惊呆了啊！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说啊，想看我打排位的啊，想看浩尔上视频的啊，上镜的啊，你可以来找我啊，加视频左下角的微信禽兽局123啊，可以来找我，让我来帮你打啊，然后我就有素材了啊，不然的话我现在都是这个老素材啊。好的，这边又是一个残局的大炮压 V5 片段啊，队友一会儿就倒下啊，不要急啊，现在还没有 1V5 啊，等他倒下了我就压 V5 了啊。好的，那么又到恰饭时间啊。那么在5月8号至5月14号，想领取这个永久战龙大炮啊，还有这个影武者叉啊角色，还有这个 M14 啊 EBR 大黄蜂的，还有这个5月10号到5月14号啊领这个永久 COP 四龙手枪，还有这个青花啊青花扇近战武器的啊，都可以加视频左下角我的微信禽兽局123来联系我啊，也需要任何活动代做啊任务代做的都可以来找我啊。然后什么带刷猫猫手套啊，什么啊全区带打排位啊，啊 98K 星神啊帮你觉醒啊，黑武士帮你觉醒啊，啊然后带刷这个杀敌徽章的啊，都可以加视频左下角禽兽局123这个微信来找我啊，我帮你搞定啊。然后有想卖 CF 点的也可以来找我啊，想买 CF 点啊低价买 CF 点低价买英雄级武器的都可以来找我啊。啊另外大家如果平常想租 CF 啊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啊逆战啊和平精英等几十款热门端游手游游戏号来玩的啊，可以看视频左下角 QQ 8008491999，有任何不想玩的游戏号也可以放在这里出租赚零花钱啊，高分成高收益。咱们朱浩店现在也有很大很大活动啊，咱俩公开透明，现在特别是这个和平精英和 CF 端游 CF 手游的出租都非常非常高啊，租金也非常非常高，你介绍别人来合作的话还能给你一个大红包啊。现在特别是那些装备好的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有98K 星神什么的啊，你放过来出租啊，这个租金也会更加高啊。好了啊，那么本期视频如果喜欢的话啊，记得3连给一波啊，3连给一波啊，没关注的可以关注一波啊。然后呢后面这个怎么说啊，灭队的这个排位的集锦啊也会比较多啊，他就等你的这个排位号了啊。然后呢这个月的武器大百科的话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取武器大百科了，其实我最近做了很多视频啊，都是在给大家做百科啊，只是没有写这样的标题而已啊，其实视频的内容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啊大家要记得内容是什么啊，不要以为没有发啊。好，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解说到这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